可是您没有缺点。您客气了，一点毛病都没有，是吗？在我的记忆深处，于老师是一个……您先等会儿吧，不说谎，不是您这这您英俊潇洒，不是您这什么意思？这是我这不夸您吗？啊，夸我怎么这样啊？您这我来个避雷针，哎，这好嘛？以为说瞎话会被雷劈的？嗨、哎，我呀、啊，至于全是瞎话吗？就让您心里痛快痛快。哎，对我挺高兴的，挺好，人非常好，是吗？从一点就看得出来，嗯，于老师是个好人。哪点呢？喜欢小动物。哎，这是有爱心呢。有的人走到街上，瞧见小狗，踢一脚，哟、嗯，看见小猫，拿砖去砍去，这干嘛呀？不行，哎，跟人家怎么比？我不这样，没有，家里都知道啊。上网的、看电视的各位，我瞧见过。嗯、是于老师有一个大院，是养了好多小动物，就喜欢这个小猫、小狗，嗯，还养了好多小矮马。对对对，养鸽子是，这说明您有爱心，就喜欢嘛。对小动物，哎呀，嗯、啊，看见小动物就是看见亲人一样。哎，我拿小动物当亲人呢，就说这个状态。啊，这个心是这样的，给洗澡，啊，给喂吃的，照顾，买了狗粮之后，嗯，亲自尝，哎，我尝，尝半斤，可以吃，哎，对，那是可以吃，那是我可以吃啊，那个说了没有说弄个笼子，小狗装在里边没有、啊，那我怎么养啊？哎，天天得遛。啊、哦，那是该跑的让他跑，运动；该玩的让他玩。哎，就是不管多忙多累，自个儿累得跟什么似的啊！对动物这份儿的，一百一呀！啊，嗯，头天演出12点结束，对，到家挺晚了，嗯，早晨7点准起，起来干嘛？遛狗去。哎，这定点儿的，碰见过我们街坊、啊、哦，对，早晨哟、嗯，这刚7点半这是您干嘛去？遛狗去。哎，当当当走了，嗯，30分钟回来了。好、哦，哎。忘带狗了，哎呀，嗨，那不就是遛我去了吗？啊，回来歇会儿，哎，啊、又接着尝狗粮，还挺明白、哎。我这是遛饿了啊！小狗看他都有感情，哎，对，指不定多恨我呢。人好，还好呢，人好哦。希望您健健康康的。我借您吉言，我认为您这身体比我要强。嗯是吗？你看，你看这毛色，什么话这的？这有说毛色的，跟吃那狗粮是有关系的。对，牌子好，非常的好，非常好啊！嗯、希望您健健康康。得了，谢谢您。中国相声界有您是我们的荣幸，就不敢这么说。真的，真的，哪儿的话？这个在我们这行，这是有身份的人，谈不到，这有皇家血统。我吃了皇家狗粮。祖辈也是有身份的人，是吗？但是到后来，咱实话实说啊，嗯。没有仰仗祖上什么余荫啊，那都是靠自己，全靠着自己。哎，说相声，哎，说相声挣钱吗？做艺人，哎，挺好，是吧？凭能力吃饭，可不是吗？相声是最简单的艺术形式，嗯，有嘴就能说，好、哦，但说好了不容易，这得下功夫。您去听京剧、看舞蹈，嗯、您都知道那不容易啊。可是说相声这很奇怪，怎么？您各位也会说，嗯，为什么要花钱听我说？哎，你瞧，哎，这里边就是有学问。哦，语言是我们的功课。哎，语言是我们学习的东西。高矮音、上下句儿，嗯，两个人的声调，嗯，包括这话里边很多都是心理学的东西，这就讲究了。我没事净研究这个，嗯，研究人的说话，哦，普通话，嗯，方言是画左溜，嗯，虚字垫字都得研究。虚字垫字也要研究。人们都爱有虚字垫字，怎么叫虚字垫字？您来了，哦，请坐吧。哦，慢走啊！哦，都有那没什么用的，后边这哎呦，啊、哦，吓我一跳！您这，嗯，你看这差点出事了吧？啊，对，这个应该是大有用。哦，这虚字垫字就那么有用吗？您来了，嗯，请坐吧。哦，慢走啊！是，这用处大了。那要不加这个呢？那就容易出事。那出什么事儿？你来，哎，请坐。哦，慢走。哎，好嘛。打起来了吗？打起来不柔嘛、嗯、老太太们说话都是、嗯、哟你来了啊、哦、还加这么长一音都有这个嗯这还得搁头里啊搁头里搁后边不行后边不行吗你来了哟快跑嘛踩着狗尾巴了这是你看踩着了就不合适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学问哦咱们得研究人别人不必啊哎一般人不研究你看人卖狗粮的人研究这个吗那倒是，还净研究我吃什么了。
怎么口水都下来了？没听说说相声呢，就得研究这些个。对了，这个包括从普通话到老北京话之间有什么关联，我们都研究过。这也研究。有人说了说相声说的就是北京话，可不是北京话，不准确，不是吗？不是标准的北京话，也不是标准的普通话。那是什么话？哎，这是两者之间的这么一种相声专用语言。哦，还有一个专用的语言。俩人站着跟播音员似的，观众接受不了。那太正统了。两个人站着纯老北京说话也受不了，俚语听不懂。我们研究过那个老北京语言。是吗？过去来说，老北京人说话话佐料也多，方言俚语也多。时间就往回倒了。这些年想听老北京话没有了。也是。你就举个例子来说，就是现在。现在好比就是清末吧。哦，现在就已经是清末这个年代。哎，咱甭管是哪个年头了。北京城的胡同口，两个老北京人一碰面，你听俩人说话，哎呀，你一句我一句，汤汤汤汤汤汤，是聊40分钟。哦，一句有用的都没有。聊的都是废话。举个例子跟您一样啊。您学一学。您是旗人，您过去是。哦，我是旗人。啊，旗人，旗人就是八旗子弟嘛。在旗嘛。他们家就是满洲正黑旗的过去。哎，这好。我们离不开这色儿了。两个老北京人胡托口一碰面。怎么说啊？哟，三爷。三爷。四爷。哥俩。这其实俩人也没有亲属关系。没有血缘。就这么一喊。三爷。哦。四爷。是。早奔您呢？是啊。您也挺早奔的。上哪儿去？茶馆。嘿，今儿比昨儿可早，那可不呗。今儿起冒了，嘿，这些日子挺好的，好着呢。您这是遛鸟去了啊？刚回来，这鸟可真不赖啊！我赶紧送家去，然后上茶馆。哎，怎么呢？您瞧，您都忘了五爷抽烟了，他那烟的锅子这么大个儿啊，我这鸟受不了，怕熏。可说是的呢。待会儿我上那儿给您让一座啊，嘿，您可得早点来。对了，今儿中午上我们家吃饭吧。吃饺子，别去，我们家今儿中午吃锅贴儿，面都和好了，什么馅儿的？我们家羊肉大葱，上我们家去吧。羊肉白菜，哼，咱哥俩一块儿，让人说焦不离梦，梦不离焦。嘿，你听这是杨家将说的，没错啊，咱哥俩好了得跟一个人似的。那我先走，行，您上那儿等我去，我这就去啊。都是废话，哎，这嗨，一句有用的都没有。到了后来。宣统退位，铁杆庄稼倒了，这哥俩胡同口再碰见，怎么样？没这么些话了，不说什么了。哪儿去？拉车。哎，好嘛，都奔范哲去了啊。没事，我们就得研究这些话。哎，人别人不往心里去，他们不至于研究。我爱研究，研究就得从跟自个儿近的人身边研究。那怎么个研究法？甭问了。那就是研究我呗，在你们家，我真是长了知识，开了眼界。我们家这么让您长能耐吗？之前咱们可说了啊，于老师喜欢小动物，说过。上网的看电视，您都见过，在北京郊区，于老师有一个大院子，小院儿，哎，大院子啊，养的马，养的狗，养的猫，养的鸟啊，有。这是实话吧？对对对，这可不说瞎话啊！列位啊，这是真的吧？啊，是真事儿。说瞎话，天打五雷轰了你！哎，轰我呀！好多人都说他们家的马好玩，这么高啊，这叫矮马。对，矮马最近听说也下了小马了啊！对，有费了多的心血，有我什么事啊？什么他们的事儿？这是家里其他人的事儿。哎，跟人没有关系。怎么跟人没关系啊？下马的时候不得盯着吗？啊，您说的照顾，一宿一宿的不睡觉，那倒是。要是别人没这耐心法，哎，养一只小狗，弄两只鸽子就得了。哎，对。为什么他能对动物这么有爱心？您说怎么回事？跟童年是有关系的。哎，这算您说对了，是不是？哎，小的时候呢，跟着父母在农村长大。对。后来他曾经说过，嗯，说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少年时代。哦，到现在于老仙儿一闻这马粪味儿，哎呀，你就拦不住那个渴望啊！我以前不吃狗粮，不是吃，不是吃啊，这是当年童年这个印象太深了啊。那以前是老在环境，喝一闻这味儿，哎呀，高兴啊！
我就想起我小时候来了。我小时候在老家在生产队竟骑大马。对，那时候有马粪，哎呦，说了这口水就下来了。还是吃啊，我就想骑马那个状态，流口水干嘛呀，高兴一跑起来张着嘴啊，口水不就下来了。哎呀呵，我都快不能自理了，是吗？所以到现在啊，到现在他也弄了一个大院，哎，喜欢那个养马，哎，这是有这个情节，没错，是不是啊？对对对，弄完之后高兴坏了啊，家里亲戚都接过来，哦，尤其他岳母、岳父，哎，让他们瞧瞧，都来了。老两口子人哪玩过这个呀？啊，人家那是城市人呢，对，是不是？对，一听说要上这儿来，高兴坏了啊。哪么也没去过是吧？这是城市人吗？这这城市人怎么都这口条？在村里算是比较能成事的。哎，这嗨啊！哦，这脑子里能成事，能成事啊！来了之后，老两口子高兴啊！啊，没想到北京郊区有这么一大院，哎，自己姑爷这是多的能耐。嚯、哦，老两口子来了、啊，高兴。老太太说：“院里怎么还有小驴车呀？”嗯，他乐了，就骑着玩啊。哎，对，坐驴车上来来来来，嗯，给驴套好了。是，老太太坐边儿，他。拿个马鞭子啊！我得赶走，驾，嗯，这驴车围着院一圈圈跑。对，老太太高兴，嗯，拿着烟袋，没想到哦，哎呀，这个好玩，不用上农村了，那可不是，真好，嗯。这会儿他这不会说话这劲儿来了，我说什么？岳母，嗯，往里边坐啊，嗯，烟袋杆太长啊，嗯，扎了您的嘴也不合适，杵了驴屁股也不合适。嗨，这能说到一块儿去吗？老太太气坏了啊！停车吧，停车吧啊！咱们聊不到一块儿去了啊！别坐了，老太太下来了啊！嗯，这边伺候老爷子吧啊！老头来，岳父也高兴，是在这看看啊！嗯，家里还养着龙猫，没见过哦，没见过这玩意儿，这什么东西这是？嗯，没见过，小刺猬是吧？啊、哦，还、哎、是这叫龙猫。对了、哦，吃什么呀？嗯，吃草。对，拿出一塑料袋儿，哎、嗯，一包叫苜蓿啊，单卖的。哎，有这么一包啊？是20块钱，就这么贵。20块钱，嗯，老头乐了，嚯，嗯，这包草20块钱啊，是真行啊、嗯！我今儿来是吃早点，花10块钱，这嗨啊，没有这么比的，他高兴，行啊，岳父啊，你等于一顿饭是半袋草，嗨、啊，改畜生了，不会说话啊，老头乐了，孩子说相声啊，嗯，你真行哈、啊！一回头指着你父亲、嗯，你看你这个儿子啊，这可是个牲口种啊，嗨、啊嗯，没有一个会说话的。嗯，挺高兴，全家人到一块儿了 啊！来的时候是腊月20几，嗯，没多长时间呢，过年了，啊，年下了，年三十，好家伙，啊，两家人并着一块儿过年，多热闹！哎呀，还祭祖呢，嗯、那得有老于家大户人家是往上刀夺着辈儿都不知干嘛的，知道吗？那祭什么祖啊？不知道干嘛的呀？也得弄啊啊！准备各种祖先的画牌都挂屋里边，热闹闹的，各式各样啊啊，哪儿都有，戴眼镜的，长胡子，什么都有啊！嚯！全家人高兴啊！是，他媳妇抱着孩子，嗯，抱着孩子，他那儿子大伙儿都知道，嗯，叫郭小宝，哎，我、啊、家、哎、郭小宝啊，啊，得姓于啊，郭小鱼啊，搁后头，这看着他们这忙活啊，贴相片啊，嗯，弄画，摆蜡烛，好、哦，媳妇抱着孩子，嗯，哎，高兴啊，哎，胳膊都肿了，高兴，哄着孩子吗？这是孩子躺的地方吗？啊，抱着孩子，嗯，孩子伸手抓。要抓那画去，嚯！媳妇会说话，别去去去去，就是倒霉还不能抓啊！臭狗屎！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祖先牌位臭狗屎！啊，懂这个啊？他爸那儿贴什么话呀？对，这媳妇也不会说话，嗯啊，媳妇还问呢，这都什么什么玩意儿？这老头儿都是什么叫玩意儿？他爸爸气，哼啊！祖宗对啊，媳妇乐了，祖宗是屁股！哎嗨，什么话呀？啊！不会说话，嗯，但是那天我觉得挺好。怎么呢？啊，经过于老师的调教，啊、嗯，现在嫂夫人说话，挑不出毛病来，有点规矩了啊。我瞧见了、嗯，就是上周，哦，上周跟小区门口，嗯，一家三口一瞧太阳不错啊，三口人出来啊晒太阳，嗯，我打那儿过，嚯，嗯，一家三口，对，三口看见我高兴都站起来了，啊，出去啊，哎，我说没事啊，呵，孩子这么大了啊，嗯。看他儿子，我打心里我，哎，你难过什么？喜欢，高兴啊！这是喜欢吗？真好，真可爱啊！叫什么呀？啊，小宝，哎呀，真好！这是谁呀？嗯，哎，是我爸爸啊。这个呢？嗯，这是妈妈。嗯，过来，问你个问题啊。嗯，你妈妈最喜欢谁呀？哦，孩子真天真。嘿，
喜欢王大爷。哎嗨，什么呀，嫂子真急了。那可不是，抡圆给他一嘴巴，是得打。不会说话啊，我教给你试。